好多垃圾要執啊，你執吧先。有啲系以前夹公仔啊，一啲喇叭，好似几次，我都唔知几耐啦，我都唔知几耐之前，而家执一执啦，执一执嗰张床，好多垃圾，乜都冇嘅，抌，应该系迷Q啦。呢个应该算系几靓嘅一个，呢个好似蓝牙耳机，蓝牙耳机啊，好正统，好靓，咦？在这里、欸、不是这里入面的、啊、在这里有两粒。现在蓝牙的耳机真的很高科技，我想还有一个这样的袋，这个叫什么？风骑士，这个品牌叫风骑士，应该是台湾的东西，我想是啦。接下一款，这款、啊、这款都是彩色的，呢款就是运动耳机嚟嘅，但系我就用咗啦，呢个已经系诶运动耳机，一堆唔知咩配件啦，呢啲系跟呢个应该系啲说明书，哦冇添啊，冇说明书呢、這个，呢个系好耐之前夹嘅啦，应该系已经冇晒嘢，不过纯粹为咗摆喺度嘅，啊应该冇晒嘢喺入面，但系有啲袋仔喺度。同埋有个配件，跟住抌得，又系配件再加一个袋仔。跟住呢一个都系好耐历史嘅一样嘢，呢、這个都系蓝牙喇叭嚟，都真系几耐下。呢、這、一个可以防水嘅蓝牙喇叭，我做好多条呢啲充电线嘅东西。应该每一个盒都有一个，咁即系话其实我有好多条线啊，依家已经又有一个。然之后大家一直睇到呢一个咧，就系、是、都系夹翻嚟嘅呢个、啊，不过就应该唔拆嘅，先搵个位置擠咗佢咯。但我又唔想擠喺床度。诶、啊，呢、這、一个女帝啦，啊呢、這个女帝都系夹啦，基本上全部都夹嘅。系、啊、我唔会特别去买一个 figure 嚟嘅。跟住有一个呢个咁嘅嘢啦，呢、這、一个咧都系蓝牙喇叭嚟嘅，系啦，基本上夹公仔啲大部分都系蓝牙喇叭，入面咁嘅样，咁就是一个咁样嘅嘢嚟嘅。啊一个咁样嘅嘢，呢、這个都系蓝牙喇叭嚟嘅。你睇佢咧，以为夹公仔嗰啲，但系其实佢系蓝牙喇叭嚟嘅。呢度侧边咧，佢有个喇叭位嘅，诶，蓝牙嘅喇叭啦，呢个系。不过就系一个夹公仔样嘅蓝牙喇叭。好，入面都有说明书，呢一份就留低佢，因为我唔太知道呢一部点用。然之后仲有呢一个，呢一个咧就系一啲，应该系一啲唔知咩外厂整嘅公仔啦，但系应该系翻版嚟。即系入面就咁放咗一只咁样嘅嘢，咁我盒就抌咗佢啦，个盒抌咗，入面有啲公仔。做多垃圾嗰张床，劲多垃圾，黐线，唔知点解我有咁多垃圾喺度。呢个长期瞓喺度。系咪啊？佢咪长期瞓喺度？嗯？我喺度搞支咪。系啦，跟住呢度仲有一箱嘅，俾大家睇下啦。呢、這个都系呢、這个都系夹翻嚟嘅 figure， 再搭高，其实好高啊，就系高过我噶啦。跟住呢一个，呢、這个都系夹翻嚟噶啦。好，差唔多一米啦。呢个闹钟嚟嘅，我唔知点解呢个闹钟可以系咁嘅样。呢啲闹钟咧，其实咧好算系都几平嘅。然之后咧，佢就用咗一个
用咗呢一啲样貌嘅包装食一款咁样嘅嘢，然之后拎出去卖，或者俾人夹啊。台湾应该几兴呢一样嘢啊，做一个蜡糕啊，已经系咁高噶啦。OK， 跟住好似冇啦，啊，跟住冇，得翻呢啲啦。啊，呢啲有啲器材，呢只猫。咁啊，执咗啲箱，然之后一大堆公仔喺度，我谂都要再执噶啦。